做废物其实是极需要天赋的，我们普通人只配好好活着。这些年我一直提醒自己一件事，就是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。什么熬夜看书到天亮，连续几天只睡几个小时，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炫耀，那么工厂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努力多了。记住，道路很远，脚步更长。道路很远，脚步更长。